好像雨伞。今天是个好日子啊！今天我刚从医院出院，在医院住了8天，然后今天24，我们这边过小年。刚才送了个快递过来了，应该是西瓜视频送的新年礼物。别动，别动，看看是啥？这个搁到手哎，宝宝。有空袋子，还有啥？什么好玩意儿？什么好玩意儿？什么好玩意儿？我也不知道什么好玩意儿。衣服。衣服。这是衣服吗？不是，这不算衣服。一张贺卡。这不衣服吗？微博吗？微博吗？不是吧？那不然这是什么？那这衣服怎么穿？袋子。围巾呐、啊。这是围脖吗？围脖是在那个围脖。红包，这过年可以派上用场。红包。日历，这个日历可以。是日历吧？日历，你看见日历，对吧？还日一本日历。这日历不是，这日历可以。然后就没了，没了，就这些。然后我姐跟我爸在厨房做饭了，看做什么好吃的，看一下。来，媳妇，这个送给你了，过年就不用买衣服了。我不要的。我收下，我收下。好吃。我姐在偷吃啊。耶。我是看她吃。好吃。好烂啊，真的好烂。快睡觉，我吃。等下妈抱去找这个医生，好不好？好吃吗？时间。啊。谢谢。我儿子啃肉啊，啃鸭肉。我姐，我姐在包饺子。宝贝，你去拿点，慢一点，摔跤了。好吃吗？哦，这外甥女啊，好吃。这不是家家，这还是生的，宝宝，你还生的。放回去。这我姐跟我爸在忙了一下午啊，有什么成果没？这不是饺子摆在这吗？还有什么成果？香味就是成果，我都香味了。我给你们搞丸子，谁吃丸子？明天吃丸子。吃丸子。吃饭了。我跟你们买了多少菜给我吃的？张宇，你吃吗？有。哎呀，大过年了还。来。我帮你吃了。哎，牛肉。你看我这。好吃。吃不了。香肠。加粉。你吃了可以吃吗？吃什么？慢吃。哎，那个粉丝，你的粉丝，粉丝，我的粉丝吧，好的，啊，啊，我的粉丝，我不要吃这个，你不要吃这个，这白粉很好吃，又是大白粉，不要擦眼睛啊，附近，你要附近不给他呗，哎，附近你们家。